气，你来救命啊！仇小子喺边？哇，好劲喎！我哋上。海棠小姐，你咁搞只系踩仇大哥个场啫。将细路同女仔交出嚟。哥咁行做咩啊？今日几号？今日咪12号啊？仲有两日。海棠，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。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们两个的地盘加在一起，整个中南部就在我们控制之下。放纵啊，细佬！我的赌场有个规矩。你跟我赌3场，能赢2场就听你的。好，出手。好，我们赌一把 Black Jack， 你坐庄。哼。16点，要多只。我有权要牌噶嘛，我20点。Black Jack， 输得心服口服啦。去尽嘅，无论如何喺后边支持你。低 B， 做咩？话你啊！话你啊！仇小子，应该轮到你出马。好，我也想看看你学到你老爸几成功夫。第二场赌轮盘，你请吧。哇！哇！你个鼻点解会咁噶？冇嘢。我要7点。我要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，你输了。被赔。被赔。赌场里只有胜与负，没什么卑鄙不卑鄙。第三场。我想跟你。喂，美俊。铺铺都你话事，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啩？你说什么？你明啊？就你讲国语，铺铺都你话事，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哇？知冇？唔好乱嚟，因住冇命。我哋一胜一负，你三铺赌咩？追弹子弹嚟弹去，算咩赌术啫？呢铺赌翻啲最基本嘅嘢，一人占一只，斗大啫。好啊，你先抽。喂，咩啊？呢条女输硬俾佢。点解？只葵扇烟喺佢衫袖度。喂喂，唔玩斗大啦，改玩斗细啦吓。也可以。喂。喂，你先抽。开吧。哎，等阵，
我同佢开。 你咩啫？唔通一副牌入边有两只街砖碟？海棠，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，恭喜恭喜！咁你仲放人？放了上面那两个人。你好面熟，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，是不是你？ 你喺法国见过边幅画？你是不是赌神？你真系有眼光。冇错，我的确系赌神。攞上嚟，我就系赌神嘅徒弟，陈刀仔啦。 国外管束，请拍照。赌神，你真是赌神吗？到咗呢个田地，我睇我都唔应该隐瞒。冇错，我就系赌神高进。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。 你看到我，还可以那么冷静。赌神个老婆俾佢杀咗咩？我出嚟行走江湖，点都有三妻四妾，啲老婆多到我自己都数唔晒。你杀咗嗰个，咁啱系自入自想飞嗰个。其实我应该多谢你。好。 我真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，让各地赌场的代表心服口服，不要再说我独吞了基金。唔好讲咁多，三日之后我师傅同你喺度赌铺。到时你要齐啲姨妈姑姐、社会知名人士嚟睇下你点输咧。好，三天后半夜12点，我在这儿恭候大驾，赌注最少1亿美金。 你急着翻去啦，居生，钱绝对冇问题，行，冇喺度赖啊，老五，如果边个喐亲，射低佢。喂，你点啊？翻去先讲啊。 几位就喺呢度休息几日，我有足够人手保护你哋。嗯，放心啦，有我赌神高进喺度，佢咪嚟几多死几多。其实我最担心嘅都系仇少谦，佢会嚟揾你，所以我提议你今晚都系唔好翻去，应该留喺呢度，而且要同我同房，等我可以同你倾下，仲可以尽心尽力咁嚟保护你。都好。 顺便可以解释下我哋海家同仇家嘅实力同关系俾你听。咁就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上房倾个通宵。请。你几位随便啊，你翻去照顾少爷，小心啲。冇查我啊，师傅唔会去到咁真。你放心啦。喂，你知唔知咁做会累死我大佬噶？你叫佢扮赌神？ 佢而家唔知几嗨，死都甘愿啊！几威要被忘情水，忘情水。喂，我哋系攞钱噶，攞到钱就走噶啦，扮咩赌神啫？你话系咪啦，大队长？叫我龙，连你都黐埋，我大佬。你大佬而家系思春期，揾支枪指住佢都唔走啊！咁三日后点啊？真系叫佢同个仇少知道啊？ 你咪俾佢叹两三日咯，你咁怒气做咩啫？我大佬扮赌神啊，简直就系侣辱咗赌神。唔得，我要上去踢爆佢。喂，你唔好咁劈咗，你听我讲一次好唔好啊？我份人系咁噶啦，要我听你话，除非你系赌神。好。做乜嘢你？放低我啊！救命啊！放低我啊！哇！
等得好闷啊，高生。冇相干，净系等你呢件乜头时装，唔系，净系等海棠小姐你讲解两大家族嘅渊源，都值得啦。嗯，不如饮杯酒啊。好啊，等我嚟啊。好啊。唔够力啊？唔系啊，高生啊，咩啊？咁难开，不如唔好饮咯。好啊，湿晒啦。唔紧要，我攞条毛巾俾你。唔该。你除衫除得几快喎？麻麻地。你戴神玉戒指咧，唔见你戴嘅。哦。我觉得佢啲色泽唔系几好，所以攞翻间原厂嗰度想换个只啫。嗯，食糖？细路仔就玩食糖仔，我哋大人应该做翻大人嘢嘛。好衰噶你！你知唔知啊？其实我对呢个纹身嘅艺术都相当有研究嘅。乜你有纹身嘅咩？哦。有，我是纹在一个你永远没办法看得到的神秘地方，只不过我愿意为你免费地打开这个情感的禁区的。是不是有条件的？当然有啦，你当然要给我欣赏你纹那朵牡丹啊。又好，不过你要给我看先的吧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爱大波脸，你花心啊你！喂喂喂，去边啊？去边啊？我冲干净凉，洗干净袋牡丹俾你欣赏啊嘛！我嚟冲，都系冇啦。你啲男人得手啊，就唔记得人噶啦。我唔会噶。不如咁啊，我同你影张相留为纪念啦。好啊，我哋都应该影翻张烟人相啊。影噶啦喎！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打，哎呀，哎呀，搞咩咁大声啊？哎呀，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扮赌神啊！我系赌神啊！赌神玉戒指唔会离身，佢中意食朱古力，亦都唔会影相。咁都唔知道你喺度扮赌神，系人见到你一身打扮，咩老豆老母咩都唔记得啦吓。讲，你叫咩名？我叫小林啊。真名啊？我姓萧啊，不过名啊点都唔讲俾你听噶啦。讲，我妹叫萧瑶瑶啊。唔系问你个妹，系问你啊。我叫萧可芳。喵！你唔系陈赌仔，佢唔系赌神，你哋系咩人？海小姐。我而家唔好话俾你听住，我既然受得你爸爸所托，将海燕带翻嚟台湾，我已经唔系呢敌人。点解唔可以话我知？请你忍耐48小时，两日之后包你见到真正嘅赌神。真嘅？如果你唔信嘅，我而家已经去杀咗你。你要记住，我同你都有共同嘅敌人，就系仇小痴。真正嘅赌神同埋龙五已经赶紧嚟呢度。好，我信你。呢啲咁危险嘅嘢，我帮你保管住先。佢头先冇砸亲你啊？唔，唔，唔，问你要顶啊！